小 S 常常会在社群分享生活大小事，最近她晒出一张美照，照片中她身穿黑色上衣和牛仔裤，打扮非常休闲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，她还背了一个大型的编织包包，拍照时视线望向远方，摆出酷帅的姿势。她发文透露，肩上背的这一个大型编织包包是她的大姐亲自手工制作给她的。接着她还幽默笑说，以后这个包包会和她另一个用了十几年包包轮番上阵。贴文一出，立刻吸引大批网友热烈讨论，许多人大赞她的新包包好美好时尚，直呼她的大姐手艺真的太强了。另外也有人留言笑说，十几年的包包可以喘口气了，十几年包包心想总算有人跟她轮班了，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